人家说这个饭盛出来能盛五碗，我觉得先试一下吧，不够再加。遇到这里输来了。宝贝晚安，宝贝早点睡，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。咦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乌拉拉，好久没吃米饭了，今天就找了一家据说特别好吃的米饭。我那个吃饭，谢谢。一位一位，那个蟹粉饭，蟹粉饭换一份，您一位是吧？对，那个饭多少钱？这个是400是吧？对，397，但是这个一份可以打的是5碗，有那个糖醋，不建议您再点这个，就很腻的。我就听您的，来一个那个手刮。因为您这个蟹粉老板真的是。量很大是吧？对。OK。然后刚才人家说这个饭呢，它是饭盛出来能盛5碗，我觉得先试一下吧，不够再加。爽口佛手瓜，看着有点像咸菜。嗯，好吃好吃，特别爽口。这勺子可以，你看这蟹粉，蟹粉特别棒，都拌在那里面是不是好看一点？这个会影响口感和口味。好的好的，我看人家别人拍的都是拌在那个满满一碗里，就这样小碗，每次吃多少拌多少。哎，对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很慢的去变冷。跟我在抖音上看到的其他博主发的不太一样，人家这个建议自己吃多少拌多少，这样的话就不腥。哇，这个味儿真的是特别臭。嗯，特别好吃。好吃，看着特别满足，好像我撑多了。嗯，吃完我感觉问题不大，有点腻。嗯，真的腻。如果现在吃个蒜应该会好一些，但是我蒜吃完了。哎，你好，咱们这儿有生的大蒜吗？谢谢，如果有的话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太棒了，无敌了，真的。现在看着碗里这个黄金的颜色，就不像刚才第一碗的时候那么有欲望。嗯，的确好很多，解腻神器。这刚确实还是听您的了，要不然真的特别腻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就叫做听人劝吃饱饭。这个蟹粉捞饭的味道确实是 OK 的，然后不建议一个人来吃，你要没有朋友就不要吃了，就没有资格吃，真的。最后就特别感谢人家给我大蒜。好的，我们今日消费463。好的，我们北京见，拜拜。